OK， 今天我们来看这个日月61630哈，家用保健滋养机。OK， 整套系列呢，还有这个遥控器，这些零件全部都有齐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开机哈，后面的那个啊，那我开开了以后呢 ，OK， 就这个。OK， 这个是1L的98%的氧气。OK， 那流量我在家的话呢，2L就50%，3L40%。4L 33%，5L 38%。如果要那个氧气浓度有90%的话呢，是在1L里面。OK， 然后这个是负离子，然后这个是设置时间的，一分钟还是多少分钟？然后最后呢定时。OK， 那么呢这里呢，这个是雾化口，你好，这个雾化口。然后雾化口这里呢，来这样子放氧气罐也可以，还是拿放这个雾化水线都可以。好，那我把关掉，先关掉。好，那下面这个 O2 呢，就是给这个啊，这个是鼻样管的啊。那么我就先需要这里打开什么呢？这个是装水的，然后装清水。那么装水的时候呢，滤到水位到这里啊，就要停。哎，装回去。我们呢，插上这个鼻氧管的话呢，就可以呼吸啦。OK， 好的，谢谢。